吸走了寒气，体寒症才会反复发作。哎呀，你先放我下来，人家看我们笑话。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对想对的人好，管别人怎么说。这么凶的表情，说这么感动的话。哎呀，你快放我下来呀，尴尬死了。光天化日，不知廉耻。 是复过神，凝神，看着我的眼睛。这是我的意念之地，我的灵力在此流转不息。你在这里修炼，会事半功倍。 那便是你娘，素玉，她停留于我的意念之地。我娘？为什么我看不清她的样子？若想看清她的脸，不妨试试她的遭遇。 各执一见，明明有三把剑，为什么不叫天河？心性若不定，持剑也无用。有点重啊！以灵领气，灵气相合。 采灵聚气，运剑讲究远，连、柔、均。哇，好厉害呀！
要是通不过考核，被逐出山门怎么办？你就真的不心急啊？是否教他御器之法，关系到天河的安危，我自当慎重。师叔，不可心急焦躁，我们会好好练的。